我们搭上了机场接驳的云霄飞车。休小时候我们就到台湾了。回台湾我们有几件事一定要做的，带美国送来搭捷运高铁，玩一下高级的洗手设施，再来一点台湾的食物，茶叶蛋、布丁、草莓牛奶、蛙粿、花生肉包、意大利面还是意大利面、刨冰、便当、便当、冰淇淋还是冰淇淋、老师天堂庆元村。回台湾最重要是看看大家。还要红烧耶，你选的好烧。谢谢大家对瑞瑞的关爱。接下来是玩的部分，我们特别喜欢去公园。我这次回去最有感的就是共荣公园带了很多，我们喜欢看他和其他小孩子的互动。除了室外，还有很多室内的游乐设施，他一向也没有错过，圈内外的也不会放过。接下来阿公跟孙女的火箭比赛要开始啦。带小太空迷来科公馆。瑞瑞最爱的是轮手训练，接着来挖沙、叠凯旋门，还有和爸爸一起惊声尖叫，结果瑞瑞得分了。接下来是瑞瑞的儿童驾训班初体验，未受教化之前跨越双黄线，别人停红灯，他绕道而行。经过教化之后，可以骑在正确的车道上面，也开始看得懂交通规则。科公馆活动非常丰富，虽然跟我们两年前回来活动设施差不多，但因为孩子年龄的成长，玩的东西也会有不一样。上次回来对这个玩雪的地方印象很深刻，让我带他再去一次。学中文的好电器，还有吹泡泡、当网美、购物。这次回去体验了足浴还有按摩，当然也没有错过全身健康检查，因为检查了眼睛还有他的牙齿。妈妈爸爸，爸爸妈妈，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，爸爸爸爸，下见下见健康哦。所以你说病了，那有什么症状？在飞机都不戴口罩，我是科学没关系。